应该是可以达到的哦，不是说对他比较苛刻，是对他比较有信心啊。拉环是右半边很强劲，穿越了一二垒防线形成安打。嗯，陈文杰今天表现不错，二支二。哦，所以他打布莱威相当有心得哎。对。而且就是来讲的话，我觉得他近期的一个挥击就不会像球季这个比较前段的时候，感觉是比较有点拉打，仰角做的比较高，反正有一些球带不太进来的时候，挥空率会是来的比较高一点点哦。那现在感觉球带进来点，量出去一六炮是来到第三棒许基宏，第一球就走，这一球传高，来不及了。哦，陈文杰这个时候加码双眼倒垒成功。跑出了被外角，哇，开了，投出了四坏球，球还是会改配下直球过来，走到外侧，直球来了，结果打穿一垒防线形成安打。现在陈文杰绕过了三垒之后，也是加足马力往前冲刺回到本垒，攻下中信兄弟的追平分。许基宏上到了三垒，陈子豪关键的安打贡献一分的打点，二比二回到了原点。哇，这个球我想啊，很明显就是布莱威在球速绝对领先的情形下，三颗啊，这个可以投应用球的空间并没有很好的运用。那我看你看这个球，我也讲了，两好三坏，你即便要投外角的速球或是近身的，你不想投那种坏球啊，自然会有一点点这个修正到比较偏中间的位置哦。这球还蛮甜。我是林可，记得订阅我们的中信兄弟官方 Twitch 频道，还有锁定我们的 Podcast 兄弟你来说。